哇！哦！美了吧？哇！我这么近距离这样子是对的吗？对。然后我的视线是就这样哎，很庞大。对对对，太美了。哇！哦！超帅！好美哇！你怎么很好意思演我？天哪，你真的会当兵啊！哇！哈哈！哇！来来看看书，看书。我刚才想说书，那我要转走了，因为我看书睡着。这书可以哦，哦。而且这本很重要哦，把魔兽签给我。好爽哦！我签一本给他，然后说那他签一本给我，签他自己给他。哎，这个很值得收藏哎。哎，魔兽的签名在这里，看一下里面可以看几张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逃起来，逃起来，淘气。哦，怎么没有淘气啊？是这样。我想要看一下这些。我就是每一个人来找我玩，然后很多一起出国的，对。黄队，黄队，耶！我终于要上这个墙了。对，冰箱墙。Formosa Tracy。哎，这个很可爱耶，好像 IU 哦。谢谢来我家玩的。哎，这个时期真的好久哦。哎，对，我长发的时候，哇，好可爱哦。No No 是怎样 ？No No， 他叫我不要抱他。我家的饮料柜，饮料柜，所以想要喝什么的话，天哪，哎，你家真的是真的很扯。听说全明星都会来你家开 party。对，因为我们家就是可以。哎，那现在可以开了吗？可以开瓶？对啊，可以，你可以开红酒啊。你可以，没有，我们就喉咙油。你啦，你这样啦，气泡水。喉咙油，气泡水先喝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里噔噔，这里就可以挑，就是食物。哇塞，哎，你真的不会饿死掉哎？都有饼干吧？有各种饼干、泡面，然后还有所有的调，因为我喜欢煮饭，这种调味料。哇，你真的是可以取回家的那种。对啊，你怎么还没加掉啊？他是有人排队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选不出来哦，选不出来，想选一个可以爱我一辈子的就好。那两辈子可以吗？因为我可以养他，然后刚好被养。他是我的室友，他叫菲菲。菲菲太可爱了吧！你摸他看看，他会打人，试试看。不要打，真假的？耶，摸到！有一个招数，你们可以摸到他。好，怎么摸？在我们家要摸猫的话，他先逃。哦呦！把醒龟就可以摸到他。我觉得我是这个。哇，这边摸菲菲吗？可以的话，给我个喜杯。我可以摸菲菲吗？不行。他家的厕所感觉也是厉害的哦。那边是我们的游玩间，这个就是厕所。那我家已经爆炸了吗？我家对，我家已经爆炸了。我想要拍徐的家。我觉得好难。下次游玩间改进。哎，有人看过徐的家吗？他看到我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鬼屋吧？”滑过的雪板，哇，很喜欢滑雪。哎，你真的是运动女孩耶，你很会滑。嗯，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玩具间。你是男，心里是男孩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玩乐高，然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Star Wars 跟变形金刚。哇塞，好帅哦！啊，你居然还有 keyboard。对，对对对，很想练个钢琴，但一直没有时间练。哦，你太忙了。是什么全身镜啊？女生一定要这样，你照一下。客房先，客房比主卧漂亮哎，哎，好漂亮啊！
这也是厕所、啊，厕所客房的客房的厕所。然后我们家的客浴是肥肥专属的，没有关系。对，这个客浴已经被拿肥肥专属，所以我们洗要在刚刚那一间洗，那一间就是我房间。哎、欸，好干净哦！天哪！然后这边就是我的衣帽间。哇，你还有专属的衣帽间。对，好梦幻，真好。哇哦，这是冬天的外套。对，哎、欸，那你冬夏都放一起，还是你们收起来？我再换夏天。冬天之后会收起来，只是因为……哎、欸，我觉得女生很需要这套、啊。对啊，饰品。哇，这是幻想自己的家以后要这样子、欸。对。哇，这里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厕所该不会是有浴缸的吧？对，这就是主卧的卫浴，然后这是我哎、欸，真的可以撸温泉蛋呢、欸！说到我家撸温泉蛋那种就可以了、直接弄泡泡，弄起泡泡，真的哇！这就是我最常洗澡的地方。所以你家有三个厕所？对，三房三个厕所，好高级哦，三卫。哎、欸，这是迪士尼的那个吗？对啊，都是化妆品。保养品，我看这个就，每天都要换次浴巾，这些量是刚好的吧？然、后、你每天都要就在换，是不是？三天左右换。对啊，你看这个白色那么容易脏，对不对？很薄啦，对啊。而且你都买白色的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浴巾也有分颜色，就白色就全部一起用代洗。那这个蓝色是什么意思？蓝色就是有时候去户外露营啊、海边，或者是你染头发的时候，那个前期会掉色。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那你以后就染蓝色就好了。彻底的在我家了，不知道怎么丢进去。丢啊！我帮你，这个蓝色不要了，这个。你是想丢人家的浴巾？放过来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从此在这，好好塞进去，扣一个，来，我们来让曲收看看有什么厉害的东西。哇，你们的哇，谁？滑雪袜，滑雪袜，他随便讲，我们都会信啊，我知道是真的。哎呀，贝贝，可以摸你了吗？可以了吗？买的没有，你知道有些人啊，怎么样？哦，我知道，这是什么？保险套发财哦，那要放在皮包才会幸运呢、啊。不是，温枪啊，温枪。告白的情书。Oh my god, baby！ 好想进入。很多情书哎、欸，好棒哦！就是、这是我的回忆啊，就是曾经喜欢过，互相喜欢过，哦、对，后来没在一起啊，为什么？纯纯的爱，我就单恋啊。我好爱你。哎、欸，这是情趣内衣吗？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情趣泳衣。这是有时候啊。角色扮演，睡觉你想要穿女生吗？穿不舒服，睡比较清凉的时候，是吗？太不舒服了吧？这个下面很痛啊！我想你睡觉这么不这么拘谨哦！哎，太害羞，太害羞，臭脸超红。会有这么私密，我就不让他。你冷冷静静看了这一切，哦、还想说你再靠近一点，愚蠢的人类，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让打愚蠢的人类，我不能靠你了。啊！接下来就是壮壮的厨房时间，耶、yeah, ！肚子饿了。哎、欸，他家真的很臭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让你吃？哎，会不会你拍完第一集丹妮来温刀之后，没有人敢接你的通告？你穿啥？穿那个壮壮哦，我们今天是壮粉。哎、欸，你还不是也偷了他的衣服？啊，我今天是壮粉。壮健蜜糖，壮健蜜糖，我爱壮壮，壮健蜜糖。壮壮煮好菜啦！介绍。
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这个是今天的柠檬香煎干贝，干贝我的最爱。你真的要取耶，老板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泡菜鸡，泡菜鸡。然后这个是酱煎圆鳕，哇塞。然后这个是要加点蔬菜，豆荚。曾经有没有煮给谁？然后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，就那个人有做过什么浮夸的反馈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餐是煮给我妈吃的，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会煮饭，可是我就是很想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常常看家里的人做饭嘛，你就会觉得我也想要做饭给我爱的人吃。我第一次做饭就做得非常的烂，超级大打击我自己的自信心的。所以妈妈那个时候说什么？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全家人还是把它全部都吃光了，然后就是好感动。我那个时候是根本不知道，很好吃是吗？哦，真的哎，我的妈呀！我妈就说，浪费。为什么你要拍你的那个撞见蜜桃？你觉得你最优秀的地方是屁桃吗？现在刚好很多女孩跟女生都是。利用写真集留下自己最美好的。拍摄一个写真作品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。大家会觉得，我们就是穿得美美的在海边拍照，没有什么难的。但其实真的超难、超辛苦、超累，上山下海，然后又有潜水，又有玩水，真的就是。我不是花三天就拍完，我真的花一个月跑了三个地点在拍完。那你最喜欢哪一套？自己最喜欢的话，我蛮喜欢潜水的，因为潜水就蛮特别。太难了。你那时候不会被太阳曝晒死？就是在曝晒啊，疯狂的曝晒。他那时候每次拍回来都很惨，很惨，真的超美，超美。对，你怎么有办法张开眼睛？在水下张开眼睛？为什么？练习啊，你也可以。我讲。就是你会害怕，等你张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水里面。但确实在水里看是海里看是雾雾的，但是你就是要看稍微看一下摄影师，水下摄影师他的方位在哪里。那你要不要抽一个送给粉丝啊？可以啊，然后帮他署名一下。可以可以。你现在这个是又在刷了，对不对？有在刷，因为他出单曲之后有再刷一次，又在冲。他之前没有刷的时候就说我们要。说你有没有什么要宣传的？但是我的东西都卖完了。哦，倒了。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之后未来的计划？未来呢，就是接下来球季也要开打了嘛，然后非常期待的是，我觉得今年呢，乐天女孩会更走向国际，所以会在一些国际上的舞台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乐天女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努力。然后自己个人的话，今年应该会开始筹备第二本写真。谢谢那个壮壮今天当我的那个蛋衣来温刀的第一集。